这一把刀。带仙宫，仙宫是属于是这个版本太弱了啊，仙宫属于是太弱了，如果仙宫加强一下咱们还是可以带的。因为很多人现在遇到男刀，你们知道他们都知道咱们不能给男刀刷起来，他三四级或者两级就会来烦你野。你带仙宫太弱了，那打有人来就只能跑，带电刑的话可能可以反打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就打野男刀为什么带电刑的原因，当然也可以带仙宫，那你需要有一个极好的 防入侵意识。打思路上是挺简单的，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看一下，翻血羊控制抵消，闪了！哎呀，他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呀，没办法，往左边走，往左边走，无限收了，不能给中单。游走于刀尖之上，哇，就没有进攻性吗？猪猪，说实话，我以为他要反我野之类。这波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他也没有去他的下野区，好像是那个野看不到他。这里不用着急，下路点个信号，应该是吃了下河蟹要抓中。真以为能反杀呀，想太多了哥，你是真敢啊。哥你看我血，哇舒服， F6 感觉有点危险啊。享受钢铁的滋味吧，能走吗？有闪，有闪感觉能跑。不用管我，我能跑。啊！你还有闪啊？推他！哥们，什么连招啊？辛朵拉！你在干嘛辛朵拉，能救我的呀。 CD 估计最后一秒，可惜。哎呦，怎么辛朵拉没把我救下，我直播间还没了。听得到吗兄弟们，听到扣一。那直播间又没了，我这波操作还挺极限的。
主播每次看你操作都挺刀尖舔血，那必须啊，男刀就是刀尖舔血啊。也不能说男刀吧，刺客啊，刺客这个定位都是这样。走，哎，我想玩一下花里胡哨的哥几个，量级反转了，再一定翻进场。我忘了我 Q 这个 F 六回 F 六会打我呀，笨呐！哎，小心小心。OK， 见效了，哈哈。这波直接闪这边我都活了，是不是？说实话。好闪 ，OK。幽默了一下啊，发挥空间还挺大这一把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没事，不影响什么，给对面送两个啊，刀尖舔血，不肥压力不大。哪也这个位置太简单了。直接把二段 W 给二段 R 给拉回来，交闪交 R， 能行吗？哥，你确定？好，我相信你。好，中路也杀了，虽然是残血的。刀尖铁血又开始了，来吧，草里没有蜘蛛，我赌你的草里没有蜘蛛。回家，下路现在太烈了，去不了。再等一会儿，再等一会儿，让我们中上都去。不是刚才在中路露头了吧？这个我都来了呀，哥，这又是为何？
哦，好惨的下路，还是继续去上路吧。能跑不？好像可以。你猜呗，兄弟，你猜，对对对，不帮我打曹冲，你猜他，刮他蜘蛛，蜘蛛好像没闪的 ，nice 啊，误打误撞，六只曹冲，再反他上野区，猪猪崩了呀。这里可以翻外墙，打野反，六只曹冲，我们两个人一起拆，好吧，经济拉满。这不是说咱们打野不能拆塔的，时机一到，全都拆掉。像这种劣势下路劣势非常大，这种就不用去了。就我只需要给到我就是算一个东西，无处可藏，好，能行吗？不好吧，他们活不长了。Hello。你觉得你能跑吗，哥？幽默。啊，他也还死。哎呀呀，先回家刷个野。没回家，没时间回去杀自己的野了，咋整？
我前面说到哪了？好，算一个信息，就是主播死了三次，对面打野应该是都跟打野有关系。蜘蛛刚才六个参团，三个是我的，然后两个应该有一个是中单，所以他们抓下路没几次，你知道吧？蜘蛛抓下路没几次，然后我们下路劣势那么大，他们从对线上就已经有点打不过了。然后 AD 在打字质疑这个辅助，说他不会玩辅助。这种情况对吧，首先是吵架因素，第二是有可能存在于补位，打第三个就是我们整体的游戏大趋势，帮优不帮劣，下路零控制啊，下路没控制，中路辛德拉，上路鳄鱼，咱们死帮中上这一把，啊，帮优不帮劣，谁来都要遵循这个规则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可以利用中上的优势去带动下路的劣势，那这把游戏还能玩下去。那不然的话，我们帮下路，我可能也会被带崩。你看我们前面其实也挺崩的，但是我现在帮着帮着我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拿个灯，怎么没啥事，他们赶大龙，赶大龙我给他们全拿下。别乱搞，别乱搞，兄弟！过来帮我打龙啊！扛扛扛！鳄鱼有点浪哎！你在干嘛啊，哥？不帮我打龙！加了，我从不妥协。给他们红 buff 看一眼。
啊，蓝棒。看能不能跑。啊，你助攻都没有。哎呀，放不过去呀你！还不放弃吗？那我就拆上了。我看不懂他们在玩什么。做个装备，只有傻瓜。112的穿井，这打野太简单了，兄弟们，打的大师宗师局啊！现在的宗师，你们要知道是多少分的分数线呢？宗师局分数可不低呀、啊！哎呀，盾没了。拿下这一把我们的蓝刀，真潇洒。
3-3开局杀到18-4啊，最后这一个还不去送全血还死不了。